怎么那么老实呀？别用那种眼神看我。考拉，你该减肥了。你看你这肉，这是什么？你以前身上的那些腱子呢？啊，没事没事，不说不说不说啊，不说不说不说，不肥不肥，行不行？应该多运动。这是什么？嗯，考拉，这是什么？谁家的猫腿这么大呀？啊？还有这个，这是什么？这个肥的也是一肚子油。小宝，起来减肥。又撒娇，又撒娇。不过，这个大屁股呀，太懒了你。你得多运动，听见没？静静，这沙发太小了，你这什么姿势？那你也不能踩到考拉的屁股上呀！我看你那脚踩得太使劲了，说你呢，说你呢！我现在要拿一个激光笔的玩具，让他们嗨起来，都嗨起来啦！铁山最喜欢玩激光笔了，但是在可老板旁边他不太敢，因为他害怕挨揍。藏这里面呀、啊？嗯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在这里边有大美瞳，是不是？好傻呀、啊！藏起来，我就找不到你了吗？你要减肥啦，太胖啦！那个眼神不高兴，太胖啦！你是小精灵吗？
原地卧倒。啊，好聪明呀！